不是二哥，嗯，我今天就不给你剪镯子了。今天都按头子了啊，杀猪菜啊，大骨头酸菜。哎呦，今天风大，太大了啊！还得拌点这个香子酱。不是二哥啊，那头卖啥样了？那头就是刚稽查，今天都绑完了，穿完瓶了。明天早上是那啥，打那个底粮，六点。我现在明天我有点事儿，我就不来了。说那你不来不行啊，妹子，明天那啥，你得来做饭了，你没那么多人，现在都忙了，种地啥的，翻地，都忙呢。那行吧，明天你来做饭了，完了我再找两个，得三四个人，要人多明天大几两啊，嗯哦，是孙悟剩的是吧？嗯，我那前摸还挺热乎的啊，哼，有点凉了。嗯，你看现在人吃啥挑不挑？一共炖几个大骨头？工人给工人分了六块，剩三块。嗯，我还寻思炖那些不够，没剩下，还剩。不是二哥，嗯，我今天就不给你剪镯子了，完你自己剪吧，我早点回去。有事啊？嗯，行，我自己剪。好。哎呀，凉菜拌上了没有？行，嗯，尝尝酸菜怎么样？应该能行。哎，这就比头一顿好吃是吧？嗯，这还烂味儿，妹子。啊？嗯。你没啃一块大骨头吗？没有啊，我还怕不够吃。一会儿啃吧。行。啊，你就啃这大。明天都是啥菜啊？明天啊，嗯，你不用管妹子，菜完了我上了啊。行，嗯，这边也没吃多多点菜啊，跟我啊，都全剩下了。对吧？嗯，哎，来，妈，太大了，来吧，来一块吧。这米就好是吧？凉菜也是，它也香，剩了的也没有那回事。挺好吃，挺好吃。这给你吧，太肥了。有啊，嗯，行，行，行，回来都有。